想要鱼获多，必须得下猪窝。今天啊，带来一只这个40多斤的这个红干鱼啊，咱们给身后这个乱石坑给它下个窝子。这个鱼太大了啊，用咱们屠龙刀先给它切一下啊。OK 了，找你。这个水坑啊，要等到每个月的大潮水才能抽哈，所以说咱们就先回去，过段时间再来盘呢。过了好几天，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水坑啊，咱们上次用了这个30多斤的这个红干鱼打窝了，今天啊就给它盘掉了，看一下这个收获如何啊，能不能大赚鱼就看今天了。哦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，哦，1斤多啊，还行，咦，这是20个18啊，青斑一只，我去，别折腾了，你跑不掉了，宝贝，啊，给，哦，这底下，什么？这底下，躲了好几只，你看，哦，哦，哎呦，三刀，哇，哦，漂亮漂亮，三刀一只。哦呦，金拱啊，兄弟们，这是大哎，这个是有毒的，扎到要痛半天。啊，收掉。嘿，石斑啊！哎呦，又是一只青斑。哦呦，小包公。啊，还行，也不小了。哎呦，哦呦，哎呦，轻头慢，兄弟们，这个很凶的哈，这个要轻轻的，再轻轻慢慢给它拖起来，这个咬人非常疼，哇，终于一条，哦，哦，来了，哦，兄弟们，这个大哦，比一下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嘿嘿，哦。哇，三刀，漂亮！哦，又来一只，这只好小哦，我跟刚刚那只差不多大。哇，有肉了！哦，真的有嘞，嘿嘿，又来一个螺，听到声音没？嘿嘿，听到了。哦，黑毛，嘿，哇，又来一只，哈，来着。哎呦，楼下，你看没？狗在这，它在旁边。快，在这，哦，这里，我轻轻的给它抓。哦，这只龙虾触须，你看看，好长啊！不要把这触须弄断掉，触须弄断就少卖钱了。哦，哎，看到没？龙虾叫，吱的。哦，不是很大哈，小的。哦，我挺肥的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这只，哎呀，来了，哦，1斤多2斤了啊！哎呦，这里有黑毛，哦，吃起它，你来了，哇，这个好肥哟、哦。哇，这是大，哇！这个石头底下还藏着超级多的黑毛，不过它钻太深了，搞不出来了。下次过来我一定要带个千斤顶过来，直接给它盘起来。那行了，那这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了，不抓了，啊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